可爱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大家晚安，大家好。哇，我听到谢龙介的声音啊，也没有比我清脆到哪里。那个跳起来嘛，烧香烧香哎。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我们贝翔，我们基隆市最重要的一颗在立法院即将要紧的闪亮的星星，以及我们最年轻有为的谢国良谢市长，还有我们老市长、议长、各位议员、各位所有的里长代表，抱歉，我不得一一称呼，叫拍谁？以及各位新闻界的好朋友，来到基隆，特别开心，因为我看到古时候有一句话叫“双龙抱珠”啊，两条龙啊，抱着一个宝贝的珠珠，然后呢，保护了这个宝珠。我们看到基隆有最年轻有为的市长谢国良市长，以及有基隆市所有乡亲智慧的决定支持的林佩翔，将来一个市长一个立委保护我们的基隆，争取基隆的建设，擦亮基隆的招牌，大家说好不好？好。我们谢国良市长今年48岁，配上我们的佩翔46岁，两个人这个搭档，各位乡亲，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机会，因为给人杀到了板林靠，全基隆只有这一位立委。如果这个立委进到立法院，像我刚才在宜兰，45万人。才一个立委，结果他们的立法委员跟诈骗集团勾结，整个宜兰县的脸都快丢光了。只有这一位立委，我们基隆36万人也只有这一位立委。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支持林佩翔？你看到佩翔，你就感觉到年轻、有活力、有国际观。他在美国拿到硕士、博士。又回到台湾清华大学继续进修，而且热爱体育，他喜欢打篮球，更重要，他重视教育。他眼睛已经看到基隆未来的发展，一定要从交通开始着手，擦亮基隆市这个品牌，大量的招商引资进到基隆。他已经看到，尤其是城市的形象，这跟佩翔他所有的专长是一样。基隆是三个字，基隆是三个字，一定要擦亮，变成一张闪亮的名片。亲爱的基隆乡亲，我们看到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台北市市议长戴锡清，我们觉得为这个城市感到高兴。为什么市长、议长都是这么优秀？我们看到基隆谢国良市长以及我们未来的立法委员林佩翔联手为基隆的未来来拍拼，这个是了不起。所以我们期待基隆乡亲这一次一定要来全力支持我们自己最优秀、有爆发力、有冲劲的立法委员林佩翔，好不好？好。一个地区只有一个立委，对这个城市来说是非常辛苦，甚至有的时候是不公平。为什么？如果我们只选了一个立委到立法院当哑巴不见了，这个城市全部损失惨重。如果这个地方的立委选出来只有一席，在立法院当大喇叭、超级大喇叭，对我们基隆的未来太重要。所以谢龙介也在这里，韩国也在这里。佩翔进到立法院，我们保证林佩翔在立法院不会孤独，谢龙介、韩国会全力帮助林佩翔来造福基隆，好不好？拜托基隆乡亲，在最后决定的时刻，
还有九天就要投票，我们下次投票要再等四年，要再等四年。贪污腐败的民进党，不客气地说，已经捞够了，已经捞够了，已经赚翻了。他们把政治的选票，把政治的选票当作贪污的钞票，捞够了，也吃饱了。我问一下所有的观众，基隆的好朋友们，我如果讲民进党，你们讲假霸母好不好？民进党假霸母，不是假霸母，是假霸母。我再问一遍，民进党，你们说假霸母不？民进党假霸母。王健，你发音一下，你跟我讲清楚。假霸母，民进党假霸母，八年了，八年了，缺疫苗，国家疫苗队，缺口罩，小吃店都可以去做快筛，国家口罩队，国家疫苗队，缺鸡蛋，国家鸡蛋队，亲爱的乡亲，假霸母。民进党到底吃饱了没有？他们真的要撑死了，所以他现在选举到了完全没有办法，他拿不出政绩，拿不出政绩，怎么办？老狗爬墙啊，后继无力啊，继续打，继续打，连侯友宜都要卖台了，这个世界上不是好笑到了极限了吗？侯友宜是全台最本土的政治人物啊。连他都要卖台了，就跟韩国瑜展出啊满头秀发一样，这是完全不可能了，对不对？他们已经没有布了，所以亲爱乡亲，擦亮眼睛，我们总统票全力支持侯友宜照看，好不好？我们立法委票支持五号，我们自己的子弟林佩翔，好不好？好。政党票请支持九号。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给我一个院长韩国瑜，给我一个院长韩国瑜，给我一个院长韩国瑜。这个假日非假日中午，这个时间我也很不好意思。对啊，不会啦，您能特别来，大家光临就是最好的加持。刚刚沿路还很多的民众跟我说，哎，还市长要来，我们有灯来帮你看台，那我就要投你。我们有灯架，真的是，真的是您让我沾光。没有，这边又自己努力，小心哦，小心哦。谢谢大家，小心哦。好，上头是那个小友，对，小心哦，小心哦。来，左手边上车。市长，那打算换上李友宜的背心吗？哦，全家粉丝团，对，感谢，好。好，等我一下，好，好，谢谢，全家粉丝。谢谢，你们阖家平安。谢谢，小心能够邀请到我们全台湾所有人都非常敬仰、非常敬佩的一位我们的市长韩国瑜市长来到现场为我站台，我们请韩市长。谢谢今天到泸州来参加我们李友宜竞选总部的造势活动。其实看看李友宜的学历经历，还有他的期待以及愿景，我们都会感动啊。台湾大学会计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修了硕士，继续深造，觉得改变这个社会不是光会计，还有更高一层的，
我希望他继续在读台湾大学政治学博士班。他也立志进到立法院两大块，他要全力投入，一个是教育领域，一个是国家的财政纪律。我觉得这些期待跟愿景都是非常值得感佩。当然政党不一样，但是一样可以欣赏非常优秀的立委。也希望芦洲所有五股地区各位好朋友可以支持这位最优质的候选人李友仪，给他一个机会，让新的力量、新的改变进入立法院，未来迎接更美好的立法院、更美好的未来。好，祝福你高票当选。谢谢。